跟刘老师。非常感谢刘老师非常关心我们2024的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。市场夫人，市场夫人那个。谢谢我们的主持人。大家又看到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我来干嘛？大声一点。送给大家。答对了，我来就是要发礼物的，没错。在我的右手边是沈家凤议员，在我左手边的是王宣茂议员。好，现在呢，大家，我先把题目透露给大家。好，稍微盘算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区长开始了哈，有在随机找那个伙伴们上来。嘿，今天我们有五个队伍，有五个国家。心里想一下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加码题。这个加码的题目呢，我先暗杠起来。不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题目太简单了。好，那假如区长 OK 的话，那我们请这六位我们的嘉宾，好，就是我们新营区、紫大新营地区这附近的好朋友上来接受我们的小小的机智问答一下。好哦，今天都是年轻的族群的哦，都是年轻的朋友。明天哈、哦、又是假日，所以今天可以看表演看得比较晚哈、哦。来，请上台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好，哇，还有小朋友，好。好，自告奋勇，有勇气，我喜欢，非常厉害，好。那么我们今天有五个国家的表演，哪五个国家？妹妹，请告诉我。毛利，哦，他讲到一个非常重点了。毛利的是哪个国家？纽西兰。哇，他很厉害哦，他把纽西兰他们的原住民民族的那个民族都讲出来，毛利人真的很棒。来，下一个。日本，保加利亚，台湾，拉脱维亚，中华民国。哇，这么小的小朋友他知道拉脱维亚耶，好棒哦，爸爸教得好。哎，对，来，还有一个没有，请问这个特殊的问题，就请我们这位美丽的姐姐来，请。妹妹，他说他醉了，不能问太难。不会，请问今天台湾队的舞蹈是来自于哪一个县市、哪一个区的舞蹈团？是新营区乐语舞蹈团。呀、好厉害哦！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们一样有纪念题。明天还希望我来吗？希望我来就是要送礼物的。你会说老师啊，你好小气，你每次都送六件。我回去争取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明天算是也是一个压轴了哈，我尽量挤出来给大家啊。好，谢谢这六位的好朋友，甚至这个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，拉脱维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日本队，我们日本的国家的那个鼓队已经准备好，太鼓队，那我就不多说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也大家共聚一堂哈、哦，能够有欣赏这么好的国际表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刘老师、市长夫人以及台上的王议员，还有我们的翁议员跟曾议员跟我们的翁区长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日本的野合太鼓，我们掌声欢迎。